平六六六六六平击败人，你们两个乖胎常常在一起。现在我又驾我的车出来啊，因为最近少驾这辆车，至今还是驾了3000公里而已哦，已经买了3个多月了，辆车还是3000公里，是因为啊我不喜欢这辆车了，其实。但是我的朋友他们的车比我好很多，我总不能够太势利就买了这辆车啊，不像那个田碌碌啊。那么至今呢，什么车拿不出来呀、啊、连烂车啊 MyV 啊 Proton Saga 都拿不出来，你也是一样啊，拿不出来啊，很休假，很这波啊，哎呦，真的30岁以后的人没有车没有户啊，其实就是最失败的人了啦。哎呀，不讲这么多啦，拜拜。